独栋的对称建筑配上了桃红色的雨棚，点出空间中的少女气息。前方的院子啊，有着童话故事般的大蛋糕以及兔子造景。这里是格雷朵甜点庄园，招牌以字母排出了女孩的笑脸，让人忍不住想赶快进去一探究竟。一到这店里，整排的点心柜抓住了每个人的眼球，咸派啦、蛋糕啦、水果塔啦、马卡龙等等让少女们疯狂的点心，仿佛正在诱惑地喊着吃我吃我吧。而且透过不规则的窗框，可以看到点心主厨很卖力工作的背影。贴有剧照的白墙呢，原来这里啊是台剧《亲爱的，我爱上别人了》的取景地点呢。